这是球门雪亮，球门雪亮降为零的时候可以造成进球。球打高了，只有射正门框内才能对球门造成，让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射门啊，推射能提高球员的射正率，这球打得好啊。好球，精准的角度。这次射门训练将面对一名后卫的防守，我们尝试一下。可惜了，推射的威力不够，无法一脚破门。让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射门啊，抽射能增加球员的射门能力。这球打得好啊。漂亮，这球威力十足啊。这一场放开手脚，尝试释放你的技能。灵巧的转身，这球打得好啊。
集中注意力。扑得好。过得漂亮啊，这球打得好啊。